从前是一个顽皮的学生，校长要特别接见，再拿任何一个交叉你就要踢出校。今日是一个模范大学教授，他对于学生的那种关怀是无微不至的，除了是一个启蒙老师之外，也是一个亲如家人的一个朋友。神给我这个 pose， 我是要做好我这个教学，所以我自己一直都是摆在第一位。唐锦腾在香港的故事，请留意接下来这一辑《国粤语双声道》的恩语之声。